有 best friend 過嚟幫手啦 ，best friend 過嚟，你要走啊？！好啊，咁你即刻 rap 段出嚟啊！我而家要走，如果問我就要走。好嘢！好彩你冇向 hip hop 界發展啫。你買保險未啊？起碼佢真係熟。係。 但係佢又唔係話太過鞋，軒仔有冇？一定嚟㗎啦，梗係你先嚟㗎嘛，你咪唔試係咪啊？好似一個煎完之後擺咗兩個禮拜嘅年糕咁樣，相比好似何韻詩嗰個好啲。好勁啊！黃遠之，我係好欣賞嗰個手，所以咧我，好嘅，哇！ 如果你牙力唔係咁勁咧，可能要未必食到呢個水果。唉，我當自己未夠有問題。哇！因為咧，我係第一次食佢入廚煮嘅嘢。我去親手屋企，我都係自己斬料上去。你咩星座啊？咩星座啊？再問啲溝女嘅問題得唔得啊？你本身係咪啊？係處女座。哇！你放曬手啊！ 啲女俾你溝曬啦！喂，你覺得 Alex 靚仔啲定你男朋友靚仔啲啊 ？Alex， 你煮咗一條鼻涕咁樣喎！好多女仔都話想試下鼻涕嘅味道。知啊！哇，啲女你溝曬啦！你望住後面食可能會好啲嘅。我哋 share， 睇佢咁多女 ，OK 啊？你梗係 OK 啦，你有冇食過喂曬出去？ 好多小朋友睇呢個節目㗎，呢個係高爾夫球棍，呢個高爾夫球波，好似有種動物，執邊兩粒係咩嚟㗎？黐死啦！敷球咯，吞到佢，一嚿唔夠食啊，波伯啊！幫你招翻我，你幫佢招翻翻嚟，翻嚟啊！揾只可以塞得起嚟，一條條咁樣，真係咁多人中，哇！嗰啲咖喱，嗰啲蟹粉片嚟㗎嘛？係，嗰啲膏嚟㗎，太高獎。 睇下先，唔好过嚟啊！过嚟呢个节目就系为咗关友情嘅事咧，其实你快啲食咗佢，你快啲食咗佢，试下先，试下先。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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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咧煮嘅一個唔知咩咖喱蟹定咩咁樣。你有冇食過平時？佢煮到咖喱蟹。翻嚟煮咖喱蟹咩事啊？唔需要啦。